對港鐵的服務呢，你會不會失去信心啊？連連三都這樣。會啊，咁大部分啊，成家計都焗住搭噶啦。會唔會諗住搭巴士或者其他交通工具？都算麻煩啊，麻煩比較，即係港鐵好似要快啲。今年次又影響咗幾耐啊？間唔中咧，幾次啊？記唔記得自己要等幾耐啊？15分鐘啊，15分鐘。